今次我讲下我女女点先肯坐平衡单车。呢架车其实一岁半嗰阵已经买咗噶啦，但系咧佢一直都唔肯坐，咁唯有放埋一边先啦。之后咧一有时间咧就俾佢睇 YouTube 睇下人哋点样踩平衡单车。平衡单车公式网页个主题曲咧好好听嘅，我每日都会唱俾佢听，不断俾佢睇，不断洗佢脑。佢两岁前终于肯坐啦，我谂练咗十次左右啦，佢唔使人扶啦，好叻叻啊！我哋一齐加油啦！如果中意睇我嘅影片就嘟嘟嘟嘟嘟支持下啦 ！See you next time。